百鹤泉是有个人喜欢的一项数健身运动，长期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。作为男少年五个流派的一个泉州，清朝康熙年间开始在海内外广泛流传。百鹤泉以鹤为泉，以形为泉，暗号洞金流法，蓄势而生，脉络贯通，笑打飘香。正所谓白鹤飞黄金色似海洋，功夫见底，武艺坚且强。谁能相抗？